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我是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辛宁。我是上海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乌米佳。在欢声笑语中，我们迎来了崭新的2012年。在一片激情澎湃中，我们走进了崭新的2012年。新老朋友们欢聚一堂，参加在这儿举行的由永联村和永刚集团联合主办的粤韵满永联粤剧名家新年演唱会。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上海、杭州、绍兴三地的粤剧名家，共唱粤剧经典，同展流派风采。三地的粤剧名家都带来了自己的拿手好戏，我想现场的观众朋友一定是大饱耳福、大饱眼福。今天的活动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主办方永联村还有永刚集团，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你们。今天第一个节目就非常的精彩，来自杭州粤剧院的著名范派小生徐明啊，可谓是粤剧界的后起之秀了。他师从范瑞娟老师，他的扮相还有嗓音都酷似范老先生。他今天带来的曲目也是他的老师范瑞娟的经典名作《一缕麻》的选段。哎，辛宁老师，说到这一缕麻啊，这中间有一个角色是新娘子，对不对？对。所以今天啊，演这个新娘子的就是京派花旦谢群英。为了这个节目啊，他今天不唱京派，改唱原派了。不过在这儿给大家透露一下，待会儿唱完这段戏以后，在今天的其他节目中，谢群英还是一定要给大家演唱正宗的京派剧目。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欢迎二位登场。山东王
妈妈在从军叫我不要再到书房去，心房里面暖新娘，妈妈在日间与你同亲房，夜里与你共家常，将来辛苦小爸爸我做呀。我还有许多娃娃忘记了，新娘子，新娘子，新娘子，你怎么不是娃？哦，你是个哑巴。新娘子，你不是娃，我要睡觉了。喂，喂，你怎么不帮我脱衣裳啊？哦，你不会他，那我叫妈妈去他。算嘞。你不是哑巴？哎呦！新娘子，我要睡了，你也睡吧。我不睡。妈妈说要你跟我一起睡。我不与你说话，真是对女儿弹琴。啊，女儿会弹琴啊？我听俺没有听说过女儿会弹琴的呢，有干爷的呢。哎，女儿会弹琴啊？会弹琴啊！来
绍兴小百花的吴素英，师承我们上海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老师。在吕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吴素英逐步形成了文武兼备的表演特色。吕派啊，有一部名剧，那就是穆桂英挂帅。这部戏非常好地体现了吕派华丽大气但又不失委婉清纯的表演特色。前不久由张柏芝主演的杨门女将啊，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今天吴素英要为我们带来的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唱段，那就是辕门外三声炮。
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团长吴凤花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著名越剧演员，他曾经两度摘得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去年呢他还获得了浙江的一项大奖，叫浙江的骄傲，很多评委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这是非常高的荣誉啊。今天吴凤花要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宝莲灯当中的选段对月思家，这支曲调啊感觉非常的节奏明快，给人以活泼之感，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吴凤花。
由粤剧表演艺术家戚雅仙老师创立的戚派和毕春芳老师创立的毕派，可谓是在乐坛当中深受大家欢迎的两大流派。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戚派和毕派最优秀的两位传人，一位是著名粤剧演员金靖，还有一位是著名粤剧演员杨文蔚老师。两位啊，大家就想起来了，看到没有？两位为大家表演的是王老虎抢亲的选段。没错，金靖老师是著名的戚派花旦，2008年他还被评选为第一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继承人。而我们的杨文蔚老师啊，他的唱腔可谓深得毕春芳老师之三妹啊。下面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二位为大家表演。莫非他还未安睡呀？哎，谁？是我。哎呀，姑娘，你怎么还没有安睡？我怕得很啊。你怕什么？马上地方睡不着，你还是让我回去吧。哎，姑娘。子一月生怎能娶得这、啊、反正我心绪不宁，也不想安睡。姑娘，我们还是来谈谈吧。这岂不是打扰了小姐？不要紧，姑娘请坐。谢坐。哎，姑娘哦，姑娘，你家是哪里？小姐啊，
人家姑娘，那少金胜利的后面呢？后面，后面是个富啊大子，前边是个神算命啊，左边是个黄面娘，右边是个红衣裳。辛苦啦，那对方是空哎，我想问的有名人家啊，你要问的是有名人家、嗯、哎呀有名人家倒是还有一家哦，哪一家你快说外拜女当去开花灯，只为你哥哥王老夫把我当作美家人，强媳妇要生气，气满你我难可生，他把我强里小弟的闺房内，这真是美梦姻缘天作人。马三姑姑
出去，叫我进门真夫人，我撩起路就出房去。了解文兵也王小英，今日归来家乡啊，何不定下白头鸯，一了吃你我一片心。王秀英为走文兵飞亲王人是一表忠心啊，靖老师的演唱啊，可谓是珠圆玉润，相当入耳。而我们的杨文蔚老师不仅唱功极佳，今天的女装扮相也特别的俊俏，大家说是不是呀？因为之前上场前啊，杨文蔚老师还说了，他说：“哎呦，我这个太胖了，今天女装扮相会不会不好看？”其实我们大家都看得特别的高兴，特别萌啊。哎，对，哎，小吴啊，哎。杨文蔚老师最近还有件喜事儿，是吗？嗯，他收了一个徒弟，这徒弟是谁呢？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司玉林。嗯，
施玉林要排演《玉堂春》啊，就求教于杨文蔚老师，杨文蔚老师给他很大的帮助，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所以通常我们叫得意门生。嗯，所以施玉林现在不仅仅唱范派，还唱 B 派。由于他学习的非常认真，现在已经在 B 派的粉丝群当中啊，有了相当的影响力。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施玉林为我们带来《玉堂春》的选段。
能回来姑娘啊。说起我们今天的粤剧的繁荣，我们不得不想起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那就是令人尊敬的袁雪芬老师。是的，袁雪芬老师从1942年就开始了粤剧改革之路，在他和一批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使得粤剧艺术从乡间小调成为了如今全国性的大剧种。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寒冷的冬天，袁雪芬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所创立的袁派艺术却永远留在了观众的心中。接下来上场的就是袁雪芬老师的爱徒，著名的袁派花旦华怡清。今天他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他老师袁派的名作《夸父》，和他合作的是优秀青年演员吴群。
房家风露冷夫人，你怎么完没有人啊？相公的人岂真能识人、哦、这是连累夫人了。哎呀，都二十年了，为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呀？哦，二十年了。是啊，二十年了。流光似射，从马空中，一转眼已是二十年。是啊，二十年了，独自问，金瓶石青。就敬相公一杯。哦，
莫非是做我大功而成哦？这是几？那几儿呢？哎呀，说出来相公要见笑的呀！啊啊啊啊啊啊！不笑不笑，我不笑就是了，相公啊！朋友，陈飞是著名的傅派花旦演员，他师承傅派创始人傅全香老师，他的代表剧目《秦探行录》被誉为天下第一录。陈飞呢，还是我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戏剧曲艺广播的老朋友，多次参加星际戏曲广播会的演播，还和我一起主持过星际戏曲广播会。哦，真的吗？啊，对，今天可不是来主持的啊，今天是来给大家唱这个天下第一录行录的。掌声有请陈飞。叫归因，海神爷正要你的素汤，命案去到汴京做那王魁去走。去一岁暖啊
喂。
知道有多少观众说过自己是在看了越剧《红楼梦》之后开始喜欢上越剧的，也不知有多少演员曾经说过是看了《红楼梦》以后才走上了从事越剧艺术的道路。越剧《红楼梦》诞生于1958年，由徐玉兰、王文娟二位老师合作，1962年被拍摄成彩色戏曲电影。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洗礼，它依然历久弥新，长演不衰，可以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接下来上场的呢是王派著名的花旦王志平。王志平有小王文娟之称，可想而知他的唱腔、他的扮相和他的老师王文娟是多么的相似。今天他为大家演唱的是《红楼梦》选段《葬花》。
Thank you.
观众朋友，《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越剧对原著的改编是紧紧抓住了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的爱情主线，讲述了一个凄美动人的故事。徐玉兰老师塑造的贾宝玉的形象一直深入人心。最近刚刚加盟杭州越剧院的著名的徐派小生郑国凤，就是众多的徐派小生中的佼佼者。今天要和郑国凤共同演出的是来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青年演员，他就是董建宏。董建宏之前曾经获得过我们越女争锋的金奖啊。好，下面就请欣赏他们两人为大家带来的《宝玉哭灵》。妹妹，你心里早已
不忘也。到如今无人恐把心想，托那可怜我伤心不怪梨花心。曾记得以后远洒了北门啊，跟你是舍不安心也不明。妹妹呀，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把平啊，我为你是在你梦里常想念，好容易盼到恐怕化作烟，总以为美满姻缘一线啊，想不到灵媒没变成宝剑，家恰原来你没逼死我陪骗，他指望他的人家小京城里望头龙中头死你，thank you。
说是啊，我亲人一个情侣在他爸爸曾经刚才给大家预告啊，谢群英今天一定会给大家演唱一段京派的著名唱段，他说到做到，你看他来了。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京派代表剧目就是《碧玉簪》。谢群英在《碧玉簪》当中饰演的李秀英一角啊，是很好的诠释了京派浑厚而富有韵味的特点。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谢群英为大家演唱的《碧玉簪》选段三盖一。我不明
那身体心见那冤家他生长的在土丹国，他今夜起飞要随我
家他黄到死死里不明，那婆婆她给我讲情深，跟我狂那王门里与他难定，他动坏了婚人要去死了婆婆。Mm-hmm.
观众朋友，接下来要登台的二位啊，是之前已经给我们带来过精彩演出的二位越剧名家，他们就是来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吴凤花和吴素英。绍兴的小百花越剧团其实这两天天天在永联村演出，就在这舞台演了五天，连演五场，深受我们永联村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哎，这样的机会真是难得啊，我觉得他们这么一来可轻易不能放他们走，大家说是不是啊？再让他们唱一段好不好？有请。哎，我不知道大家要听什么，要不让他们点一点。对呀、啊，想听什么呢？啊、嗯，点一点吧。哎，有哪些段子想听啊？折子戏是吧？我听到了。听到了。对，是。我也听到了。对，好。好，好，接下来就有请他们二位为我们大家带来《沉香扇》。书房会，表兄，你家有户姓什么叫什么，小姐叫什么名字？请问你有户姓什么叫什么，小姐叫什么名字啊？我家有户内兵部尚书查天彪，小姐
兰姨，不得了，不得了！怎么不得？我家岳父也是兵部尚书查天彪，小姐查兰姨呐，这倒奇怪。哦，请问表兄，你是何人为媒，何人为聘呐？哎，表弟，你是谁人为媒，何人为聘啊？我乃岳父亲婿。那么你呢？我啊，哦，表兄不是，那我是要告辞了。哎，表弟呀，我与那何暖才相见，是我呀，我与他，拜过堂了没有啊？成过亲了？哎呀呀呀，此话做我说起呀，那倒是怎样呢？我与他朕岂有此理，与兄色也老死哼，色得是过多少苦啊？这个表兄不是，那我虽要告辞了。哎，表弟，那你快说。表弟，我为他心自
为他乔装给白银新银，我为他低成一等愁苦情，我为他心机轻松沉下酸求得小姐一片心啊。
里，小姐非我就不嫁，文秀非他不娶妻，他标题层层姊妹三小姐，他不去。
我朝廷，我为你生计爱我，无家归，我为你怕天明，最怕奸臣黑脸，如女你母舅记无寻找你几郎，趁机在他进京来，因是赴考得高中进的父亲，苏王为亲爱的观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组合唱叫做《大路上走来了老书记》。其实啊，说的就是永联村的老吴书记带领大家共同致富的故事。领唱是我们的金靖和司玉林。担任合唱的是从我们上海300多个戏曲沙龙数千人中间选拔出来的，可谓是百里挑一呀、啊！真是这样啊！观众朋友，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他们。万象更新，趁着悠扬的月韵，我们缓缓步入了新的一年。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衷心的祝福永联村和永刚集团再上一层楼，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祝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